どうぞお覚悟を。安心してください。一瞬で終わります。安安呢？赶着开啊！来把那个比赛。八。噔噔噔，早安早安，哇，今天这个瑞菊杯其实也是算蛮精彩的，只是他们一个赛程，好累，那个赛程真心长欸。虽然本来预计他们就到那个时间点啊。只是你以往来说的话，台湾这边的比赛都打得蛮快的，比较不会有说哎呦阿干在干嘛，我是不是白痴？打完忘记我场上有一张仙杜瑞拉，我是不是白痴？第一次理解迟到的重要性，什么东西迟到的重要性？为什么突然讲到迟到？发生什么事啊？没有啦，我刚刚没有看到贤杜瑞拉在场上，我在改那个，我在改那个标题那些，我怎么那么废啊？我白痴哦。谢谢你的 donate， 谢谢你的订阅，未来我还是会继续努力加倍。感谢 A85175620， 感谢你四点就没订阅400万的影魔哦。你说最后那一首啊？那也没办法啊，他影魔在他打云命念和有进来的话他就赢了。对啊，就差一点点。これは神様の言葉だよ。主様。我蛮喜欢 Tzing 这个选手的，我觉得他，我觉得他蛮强的。我个人觉得他蛮强的，因为其实那时候看的时候，他就是蛮，他是这样讲啦，他们上面给他的介绍就是算是蛮不是这么资深的一个比赛的选手。那其实像什么 Kira， 像 SVG， 蘑菇 Nomu， 是叫蘑菇 Nomu 嘛，他们都蛮厉害的。皇家那一手你是说哦，他好几场皇家打得不错的，我在想要不要防第二张圣言。你说皇家那手打得好，是说那个有两手嘛？一手是进化，我播的时候是进化，忍者的那一手，
空军化忍者防对方自杀，两手打得好，后面也还有打得好的，后面还有一手是流火盾，流火盾那手，像我上去打，我可能因为我本身大家都知道我有结场强魔阵，我可能就把那条火盾丢下去了。对他真的蛮厉害的，哇，还真的有圣言呢，哇，哎、欸，我是不是有点会防，是吗？是不是有点厉害？这里的话，解，所以他打到决赛，真的，他真的厉害。我这里打一加，我如果打一加四，我可以全换光；我不打一加四的话，我换不光全部。那我应该要打一加四，对不对？我只有打一加四可以换光全部。我想一下，打一加四好了。只是打一加四，我节奏打不满，节奏打不满，但我场上还会有还不错的从者，必杀要死。不要好了，我还是打这个好了，我让我的场面强一点点好了，而且多一点资源可以选择跟利用，我觉得这样比较好。这样子就好了。对，火盾那个也很强，嗯，真的强。所以不要再说多靠赛了啦。虽然从最开始看那个 Kira 门都进不来，就觉得很可怜。有时候猜中冠军奖品何时发吗？反正不会是这个月吧？不可能是这个月啦。也没有不可能啦，就基本上应该不会是这个月。哇，舒服舒服的节奏，这边我用这只解哦，怎么输？门被包子奶没了，你说蘑菇诺姆吗？手上六装五，爽中六装五的会不会是我在骑车啊？因为我看比赛看一看，我就先回家了，然后后来再看新的。哦，你的门被包子奶没了，下去喽。米手棒哦，我投米手棒哎。可是如果我赛前有看过他们所有人的比赛内容的话，如果啦，我可能会投那个 Cheezing 真的蛮猛的。你选手一个都不认识，单纯按左冲就中了。我那时候看日文我也不认识，不然我搞不好会投令狗。嘣嘣嘣嘣嘣！对啊，其实没有差啦。这八个人，其实你真的要选对，然后出道，真的是蛮难的。哇！希望可以有一张从者给我轰。哦，我刚刚有约达克晚上陪我一起来播比赛。然后达克就不见了，他该不会又睡着了吧？这个好了，然后等一下就开始路易纳斯连发亚军两包，达克被奶死了，亚军有两包，对啊，沙雷冠军，沙雷蛮猛的。
不过就我播前面八强四场对决的话，还是七星给我比较大的惊喜啊！我觉得他打的真的很好，七星真的打得很好。然后我其实在转播的时候有讲，就是我觉得他们跟台湾这边的选手最大的差别，真的是他们很愿意思考。虽然老实说啦，就凭良心讲，我很希望他们想快一点点，因为好累哦。播要播四五个小时的比赛，其实蛮累的。只是我宁愿他们想久一点，也不想要在比赛的时候播到那种就是乱打的，那个更痛苦。不要不要，拜托不要。你比较想知道木村下个月玩啥？比赛去哪报名？等一下八点的时候我会贴报名表。台湾是不是常打到烧线？没有啊，打到你是不是走错棚了？常打到烧线的是隔壁棚吧？隔壁棚比较常打到烧线吧？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啦。他还有进化点呢，爸爸等一下要下来了。可是我刚六费其实没有一个比较好拍的东西啊，那我六费拍卢米娜斯加哥布林吗？啊，好像其实也可以，我好像应该还是要下怪。木村这个月应该是玩狮子叫，不是吧？思考到烧线，不懂哎，思考到烧线是什么意思？他们没什么打到烧线啊。思考到烧线不就是烧线的意思吗？哇操，我真的要岔赛了。感觉要进这一支，两张审判进这一支，等下至少有多一点的攻击。哦，你说 SCL 是不是 ？SCL 我看的比较少一点点啦，因为在周末比较常有事情。TWP 没有哦 ，TWP 大家都打超快的，那时候。我每次去的时候就想说，哦，好，大家都打快一点，这样也蛮好的，就是我可以比较早下班。可是有的时候他们在打的时候都会有比较多的失误。这里希望他不要有军神。审判打两张了，应该不会吧？应该不会再有第三张吧？他审两张了，你不要跟我说他十四张里面抽三张审判，我是不信啦。谢谢你的动力，谢谢你的订阅，未来我还是会继续努力。右手加倍，一定进得了，那个男人。今天有比赛，对，我今天临时加开，但要看达克有没有醒来。如果7:40他还没醒来，我就要找别人来顶一下，右手那个布林干，那个布林，男人怎么救不到我？还有进化点欸。我感觉我。七回合吗？对，我七回合那边打错，那边不该空了。我只是不想让他踩我的东西。
但我应该要打的。为什么说这时候总是抓哥布林会原智障？因为你有放就会来。妈的，仙杜瑞拉真的会让人智商变低。刚看我智商就变低了，还是本来就很低。哎呦，差点！原来我已经空过一回合了。噔噔噔噔噔噔，又是讨人厌的超越。哦啦啦啦！闪仙度，我这样是抽到的仙度瑞拉跟那个叫做是我觉得比较好看的两个，跟爱丽丝是我觉得比较好看的两张。现在天梯在超越，不知道为什么环境变慢，大家都想玩超越。撞死了一张仙杜瑞拉，还有一张闪的仙杜瑞拉，然后一定扑扑克，他这里两张门在手了，我们可以先预估，然后绝对不进化两费的重者。哎，到底要念重者还是念重者啊？这到底是要念重者还是念重者啊？重者，因为我重者对不对？随重，可是他是随重，可是到底是要念重者还是随重？随便了。也不能那个随众的话念众，可是从者的话念从者，对不对？随众，哎，你看他有黄灰哦，刚刚那个细节。艾丽卡，他们在 cos 的时候，我刚好在吃饭。就没看到他们怎么扣的，是很正是不是？我怎么没看到呢？好亏哦。没关系，23号的时候，我可以去后台看台湾的扣舍，你们都看不到。嘻嘻嘻，啊！刚刚那个有一个 A8 什么的，如果想加入 LINE 群，可以填这边。这个月有很好的奖品抽奖，想抽的可以那个可以自己考虑一下。3 1 1 2 5加进化点7加1.8。差点大包抽不了。他应该是不可能现在开门啊，所以没差。亚里莎太大只，可亚里莎本身他就不是很矮的。哎，达克是不是真的在睡啊？噔噔噔噔，房乃金要不要再来拿个冠军呢？哎，你集到3次冠军，我就抖内你10枚。让你可以订阅我，
跟订阅你想订阅的其他台，怎么样？台主这边，其实我真的有在想，我要不要小比赛？每次的小比赛，最后的冠军就是十枚，还是五枚？五枚好了啦，以后五枚好了，十枚好像有点多，很穷。五枚，好，以后就五枚。算了，这个月特价2.5枚好了，然后给你，然后你就可以订阅我了，耶、yeah。烂死了！哎、欸，你知道我一个礼拜如果办三场比赛，一次的奖品如果300块新台币，我一个月就花我一个月就要花快4000块在奖品上面嘞。你以为我赚很多、哦、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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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金还有特价。奖金还有特价，听起来是不是很潮？笑死！你看我们那个 deck 里面可以看到，我看一下，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选手们。现在的话是御神，哎呦，有宝箱了！我今天打过一个宝箱了，这是第二个宝箱。御神冠军、俊儿冠军、方乃冠军、DL 冠军，然后吃兵冠军、方乃冠军。对，今天不知道会是谁。又30，安安呐、啊，安安，淡淡的哀伤，安安呐、啊。你们觉得他一费有从有骸骨兽的机会有多少？打了啦！没有啦，想骗我？哼！哎、欸，这边是想干嘛？妹妹讲刚刚呢，可是你没有妹妹。来个大爆抽好了，我觉得要大爆抽。我觉得要这样打，先摊个。他这边总不可能只有2张吧？我不信啊，对不对？我们大爆抽，再来一张一费好不好？漂亮！大爆抽！哇，这个手牌怎么输？谢谢你的动力，谢谢你的订阅，未来我还是会真的是没被打继续努力加倍。我跟你说，这个逸轩，安安，我想念你，怀念你小兰的截图，真的没被打过。跟你们说啦 ，TWP 的时候。只要现场打奕轩一下，我就给他5块钱，累积哦，一个人上线50块，好不好？可以吗？一下1块，不是美金啊，没你们阿妈啦。TWP 啊，哥哥，你要来现场吗？听说好像还有名额哦，你们要来现场的赶快报名哦，现场有奖品可以拿。当什么穷鬼？如果你们去了100个人，一个人都打一下，一个人都打10下，我就要付5000块哎，我就快把我一天的薪水付完了。不能讲出我多少钱。有谁已经报名事前报名好登录好的要去的，加一，
加一。怎么爆？哎，有人可以帮忙找一下连接吗？聊天室的干妈需要连接。一二三四，进化是六点，再加一点攻击力是七点，不够。那我们打二加二加二好不好？二加二加二，这样子打应该就可以了吧？哇，这么多、啊！我今天办比赛的话，明天就不办喽，因为我后天有事情，明天就想要一整天去准备那件事情，所以我们就今天办，明天准备，后天我去忙事情，礼拜四再打。上次那个薄荷有问我说他想要来玩，所以下一次可能就会是薄荷吧，没有意外的话。除非他也睡过头，还蛮意外还有位置，因为600个位置其实是多的。我必须老实讲啊，就是其实600个现场的位置，对台湾人来说并不是这么容易满。你光看以前那个的比赛啊，就是可能其他棚的比赛都不一定能满了。所以600个其实不容易啦，然后现在也还有一点时间，所以大家身边的朋友如果想去的话，还是可以去，可以跟他们讲一下。来看一下奖金，不要是30块，什么都好。感谢你30块，我干你老师。当然的结果です。我们每天都30块，30加30加30。木箱开得出30以外的吗？开得出啊，卡片什么的，每一个箱子都有机会开出来。看你的命啊，还有你的运气。像我这样子的非洲人，就是什么都拿不到。どうぞお覚悟を。光があなたを導くでしょ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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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漂亮，比废金好了吧？30块怎么会比一张废金卡好？废的金卡一张可以卖200块，不是吗？这副是牌组偏快，对对对，怎么会比较不好啊？哦，250，一张废金卡卖出去是250啊。可是你要四包，你要4个30块，我们就算3个30块好了。你要30块才能开8张卡片，你8张卡片加起来，以机遇来说的话也差不多就是200而已。怎么想都，对不对？不知道，而且如果抽到普利斯，哇，就是800水，舒服。噔噔噔。谢谢你的 donate， 谢谢你的订阅，未来我还是会继续努力加倍。我们吃过那么多次饭，难道我们不是朋友吗？帮我回答他。莱萨普四还是八四？吃个饭就变朋友，你当我是饭局妹是不是？
感谢凯瑞皇城的包子哦。讲到这个，我就一定要嘴他，我要嘴喽，可以嘴了吗？可以嘴，可以嘴包子吗？可以吧？嘴喽。我先想一下这首怎么打。你知道，因为日本他们那边很晚才给我们那个卡牌表，因为以前的比赛就是我应该两三天前就会拿到，至少可以有一两个晚上可以准备。但是今天的比赛，因为他们早上八点，我们大概七点半四十分到，然后他八点的时候才给牌组，所以我们一到的时候我就开始拿到。我大概八点二三十分才拿到牌组，那我就开始写这个牌组什么重点哦。它有两张村，它有这个什么东西，水龙女什么挖沟，全部写一写。然后包子在我旁边，然后因为他之前像蛋包杯，他也是播当赛品嘛，但是这次主办找他去的时候，当主播，所以他就不太会，然后我先想一下这手怎么打，这种怎么打、啊？这边是不是要打？不要打二加三呢。ダンスは苦手で。ダンスは苦手で。我在想要打扑克下一回合兔耳还是啊干，其实我这边可以不用进化的，其实我这边好像可以不用进化，我用两张一去换就好。我讲到一半，然后他就在旁边，因为他要开场嘛，开场像这种转播开场不就是说什么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 Rich Cup WD 版本的决赛中文转播，我是今天主播包子，类似像这样子。然后他就给我在旁边，他在我右边嘛，他就给我在旁边大概念了100次。大家好，讲错了。Hello 大家好，我讲错了。Hello 大家好，那个欢迎收看日本。WD 版本暗影十章他就给我在旁边念了两百多次，一百次应该真的有这里打法师加梅西玄杰不是玩达克哦，这不是达克哦。我们打将是不是太稳了？是不是打将怎么输？他就给我拍在旁边练，然后我就继续写我的。一开始我就陪他练了几次，然后他好不容易讲成功一次，他说我是今天主播包子，然后我是今天赛品小蓝，然后他开始讲练，然后再重来一次，然后我就继续写我的东西。包子还蛮好笑的。平常那个大 GG 哈，现在终于发现没这么简单了齁。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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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これで決めます。暗き時代を終わらせ魔法の力。柱の糸。柱の糸。他还不投。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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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没有啦。就是像我在家里播的时候，我就很轻松嘛，大家聊天随便啊，我可以消费包子，对吧？可是你到了现场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些话也不是说就一定不能讲啦，有些话你就会发现，哎，怎么好像讲不太出来。嗯，练习一下吧。尤其是你要，尤其是比如说像那种开场的时候，你必须要面带微笑，盯着那个镜头看，那镜头就像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我一开始去的时候，我四年前一开始转播的时候，四年前15岁刚开始第一次转播的时候。我看到镜头也是会怕，就是我会觉得说干有点可怕。对啊，那回到家里的时候就随便啊，就嘴炮啊。你现在是会怕，卢比怎么可能会怕？卢比都已经变成老练的棒棒啊，不是老练的卢比了。晚安啊，无谋商谈。对啊，不过我必须得当那个包子讲话啦，因为他就是菜包嘛，所以对比较菜一点点，没有啦，因为那个。我们这次去播是播那个 clean feed 的 clean feed 的，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那个比赛是我们是接讯号进来，就只有画面而已，所以流程什么的临时他们如果有跟动什么的，我们其实什么都不知道。对，所以老实说那种比赛是比较难，我个人认为 我个人的感觉啦是比较难播一点点。对啊，比较难播一点点，就是，然后他又要带主 key， 然后他又没带过主 key， 对啊，所以，我今天给他的这个，如果要我给他打个分数的话，大概是，算了，伤感情。会日文，听得懂的话。应该会知道干嘛，我听不懂日文啊。其实我之前有想要不要去学日文，可是我在想我连那个中文都学不好了啊，不是我连英文都学不好了，讲错，我是说英文啊，英文都学不好了，好像不该去那个。你们觉得我这边要抽一张还是打哥布林队长？打哥布林队长好了，好不好？哦，我刚。有联络到达克，然后我就问他说：“哎、欸，我就跟他说，哎、欸，这样子你8点来得及吗？”他就说：“来得及啊。”我说：“哎、啊，那你吃饭了没？”他说：“吃的，刚吃饱。”然后说：“那其实看时间到八点才开始报名嘛，所以开打可能8:20。謝謝你的動力”那你要不要去小睡一下？謝謝你的訂閱，未來我差点就出事。會繼續努力加倍，我帮包子问，请问满分10分，请给他几分？请给他几分哦？不然不要这样子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小兰很严格，所以不要我给，你们给好不好？你们帮他评分一下，你们给分。大家觉得今天的阿包可以拿几分？满分10分可以拿8.7分，你们标准也太低了吧？
你们是不是不要？你们是不是太不严格了？我觉得4.87比较接近啊，或者是5.87，可是5.87好像在骂自己，所以还是4.87好了。1.1037，1.1037超好笑欸。我去 SV 的那个比赛群贴一下今天的有比赛好了。有啦，不错不错，我觉得他有前途有潜力。大家觉得呢？嗯，就我这边要怎么打？1+2+3，好，1+2+3，一加，差点打错字，二，大爆抽一波，解掉，我怎么拿了一堆一费进来啊？1037是那个枪弹梗，不知道，那是他们两个的那个啦。那个蛋包他们两个人的血泪爱情故事，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知道我今天早餐吃什么吗？有人知道吗？我为了今天跟包子播比赛，早上的时候我就先买了一个很深的伏笔。当然不是吃包子啊，有病哦，吃什么包子？因为我为了让自己能够了解平常他们两个小小爱人之间到底是怎么互相沟通的，所以我就吃了3颗茶叶蛋。好想睡觉。再下有人斩吧，59，这样可以斩。Winky， 感谢4.9没订阅，迟到中风才不会嘞！你以为吃三颗蛋会怎么样？就是不会，好不好？不然包子早就胆固醇过高了。每天一直吃蛋，一天只能拿5个宝箱吗？对。2个水煮蛋加热狗也太恶心了吧！想加入赖群的话可以填单，然后这个月的抽奖。可以井字号抽奖看一下，喜欢实况的朋友们欢迎来到我的旅，不是，差点讲错，差点走错棚。嘟嘟嘟嘟嘟嘟。我扑不起来耶，怎么办？我们打稳一点，最稳的那一种。3+1+2+2+3+7还是可以杀。咦？哦。
天已完成十五号。噔噔噔噔噔。其实有时候可以稳稳的打。当然の結果です。牌主的话是景之浩 deck 哦，聊天室的那些绅士们不要再打 DICK 了，真的很恶心。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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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棒棒棒棒！光があなたを導くでしょう。噔噔噔噔噔，他今天的那个啊，日本那边瑞菊杯，他是季赛嘛，这一季是 WD 版本的决赛冠军奖金400万日币，好多、哦，好想去打哦，我就去。一年进去打一次，打四次都进八强，拿一次冠军就可以吃两年嘞，对不对？而且我那么强，打个冠军也感觉是蛮合理的。究極の食材よ、来たれ！嗯，干嘛？有大家有什么疑问吗？对我刚刚讲的话有什么疑问吗？各位，没有吧？四百万对日本人的感觉大概台币40万，应该没有到，哦，好像差不多，应该没有到这么少啦，我觉得应该有个60万。如果你要把连扣的税都算进去的话，可能差不多。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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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这个好烦哦！我这里要怎么打？打二加一。これで決めます。这边溜溜球，不想溜溜球。十分钟之后可以报名哦，等一下我来准备来贴。那这张解吗？我觉得这里不要解，我们让他交进化点解我，然后他就剩两血，我扑克加那个可以杀他，好像要解，好像要解。嗯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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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今天是什么价？有人知道吗？欸，我怎么全部死光了？敬老节，9月18敬老节哦，为什么台湾没有放假？虽然我还要再过，46年才会变成老人，我又被射死了。
是不是要下去了？你可以贪一点吗？不要交进化点，然后打我头，好不好？我求你，好，谢谢你。你比赛大概打到几点？我哪里知？你问我，我是要去跋杯是无？大家是不是填了单都不想啊？不订阅了都不想加 LINE 群啊？我可以投了。可惜吗？是 LINE 群很棒的，又多干妈，又不定时有干爹小聚会。还可以跟我一起出门，对不对？吃吃喝喝。没进来就不会有人退出，退出也没差啊。老实说啦，退群也没什么。不要进进出出就好了。你只是想说，如果你等等坐火车回家，你还有开的话订阅你。我跟你讲，你回家的路上，你就会在车上找到你的妹妹。但是下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没有妹妹。我到底打了几个箱子啊？今天两个吗？加LINE群，你可以直接填这边，填这边我比较不会漏掉。他有跳欸，他跳到废了。然后因为有问那个英雄联盟 ID 啦，因为我全部英雄联盟，那个你可以忽略，没关系，不写没关系，不是很重要。哇，这叫做什么？各位，大爆抽。呛你两只妹妹，我没有呛你啊，只是我希望我的观众们都可以看清楚事实。没有的事情就是没有啊，不要哭，不要难过。但你真的没有妹妹啊？我们再爆大爆抽一个好不好？不要不要，这个抽下去有点智障。2345新交包子看清事实，他没有救了。56分呢，啊，我现在准备把报名表弄好好了，等一下就来报名了。你们觉得今天要开64还是开32就好了 ？Mr. 20，
先开32好了，等下如果爆了算了啦，感觉就今天就大家就会很想打，看完比赛之后是不是就会很想打比赛，会不会就会突然很热血，觉得说，哼，他们这样子都可以打，我一定也可以打。然后来打了之后才发现，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是吗？都会有错觉的、啊、其实也没什么关系。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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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进 server 没看到人，我来赶工蛋蛋的东西，今天没办法参加小比赛，有口来打哦。蛋蛋又不中，不是蛋蛋的事情，可以晚一点点再弄。你可以边打边弄，对不对？他是不是又叫你们做什么？很多事情是不是？音乐可以抽我吗？不行。蛮快更新 server 不能用哦，这最近真的太忙了，等有空再弄好了。哇，他居然有独角子哎，想来看快的吗？比赛跟天蝎牌为什么不一样？比赛之前就要教牌组，这样怎么抓？萌新好奇。他是脸红。我想一下要怎么讲。这问题其实很艰深。但也没有那么艰深，但又有那么一点艰深，但也没有那么艰深，可是又有那么一点艰深。因为你比赛只要有人带某一些牌的时候，你就需要有一些东西啊。我先开放了，开放了，八点整开放喽，要报名的现在去报名。我觉得这很难，这其实真的蛮难解释的。有没有人有比较简单的方式可以解释给他听啊？因为这问题真的有点艰深，又有那么一点点不艰深。就是你今天打天梯的时候，你天梯上面有80%以上的牌组都是中速的，或者是快攻的，所以你在组你的牌的时候，你不会去挑一些，比如说比如说奥丁这些牌。可以去针对，例如说像龙吼，例如说像空天妖的这个美女野兽，像这些牌，就你不会放，你不太会去在爬梯的时候做这件事情。但只要一到了比赛环节，有人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需要去有应对的方式。这样子，哇，我真的是蛮会解释的，对不对？大家应该都懂了吧？他这副。有放拉斯杜雷克，又有放独角子，又有放齐格飞，他应该没有灼热风暴吧？不可能，他这样子还有灼热风暴吧？他要是有，我会很难过、欸，我会很难过。你们觉得他有吗？覚悟はいいですか？女王様に逆らうのかい？
走らないと。死ぬがいい。没有啦，我觉得他不会有。他放了那么多抗块，又放拉斯杜雷克。其实拉斯杜雷克跟灼热风暴的效果很接近啊，我觉得应该不会有。我觉得有的话太浮夸了，这样子太浮夸了。天梯可以抓某些职业，没有你天梯就不需要去思考。看他刚刚干嘛？他刚干嘛？你天梯要的是什么东西？你天梯要的就是哇，你这副牌组出来，然后速度不要太慢，然后越快越好，然后胜率不要太低，就这样就好了。你不用去想那么多，说我这副牌，那我需要放这个东西进去，还是放那个东西进去？那我放了这个东西进去，还是放那个东西进去之后，我又应该放这个东西进去，还是那个东西进去？就是不需要去想那么多。死ぬがいい。ごめん、少し休むね。我是不是在讲废话？对啊，这样讲啦，就是你比赛的时候你不能输啊，你天梯的时候你遇到那种奇葩牌组你输了就算了，等下一场就好了啊，你比赛又不能这样子。比赛又不能这样子，对不对？你比赛输了就输了的话，那还得了，我先邀达克进来。